我家金豹闲逛回来了。哎呦我的妈！金豹回来了。这是个一个塞米的，烂了烂了。金豹，我家金豹闲逛回来了。在哪里拿了个这个东西？我家金豹回来了，拿回来一个竹爪子啊！来来来，给我给我给我，坐下坐下。你知道这个坏了，不能抓了，别人扔掉的。我家金豹闲逛回来了啊！哎呀天哪！对呀，有人。你拿了鞭炮啊？你会放鞭炮吗？我看一下，这个是别人没放完的。金宝，我家金宝闲逛回来了。你拿到那里去干什么？是个烂家伙。